泫雅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热搜体质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得全民讨论。近日，泫雅在个人社交网站上上传了多张生活美照，照片中泫雅涂大红唇，身穿黑色连体衣，胸前镂空，劈叉蹲坐摆出超难度动作，坐姿性感。此外，泫雅还晒出自己练舞后膝盖淤青的照片。泫雅的好身材也能随心所欲地穿很多衣服，虽然一些对微胖女生来说穿不了，但光是看她就觉得很养眼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